确切能于水的清琴塔顶，公元15000年，宝鼎山石窟造像开凿戛然而止。我们也无法确切知晓各种因缘。通过这些尚未完成的复杂痕迹，恍惚间觉得工匠们在刚刚起身离去。这些历经风霜的沉默雕像，不知究竟还向人们诉说怎样的历史？ 岁月磨损了昔日的光辉，但那种信仰的力量却穿透漫漫时空，照亮我们的心灵。千年前，佛在大足。